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南。这是我的家乡，看到吗？全都是这种吊脚楼啊，想看是不是还是特别的漂亮的。最近这几天在下雨，下了好几天了，牛哪也去不了，只能每天待在家里面。我发现我家这个红草好像熟了。上面熟了一些，好大！你们看，这地方，我现在想上去摘一下，能不能摘到几个熟的？我们现在爬上去一下。哇，好久没拔树了！哎呀，好大个！今年结的这个果比较多耶，好多好多啊！你看，刚下完雨，但是没发现有红的呢。我这里有一个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种就可以吃了。嗯，越吃越好吃呢。我那边多，但是那边太远了，没法勾。这上面好大个，但是没有熟呢。那边好多红的，但这个树枝太小了。我虽然是瘦小，但是还是有一点比重。我这那个树枝太小了，我拔过去拔不了。哎呦，那边红了好多哦。我们现在慢慢的走过来看一下，因为刚下雨有一点滑啊。不小心滚下去了，那就完了。没事吧？哦，又下雨了。现在，你们看这里有好多红的，你看，这些都已经红了。哎呦，这里够我吃了。任性一回啊！还有好多，我这个雨下太大了，还是下去了，下去了。我一身都湿了，倒不容易。看一下，身上全部湿透了。哎呀，改天等这个天气好了，我们再上去把那个芭蕉吧，把它给砍下来。这个芭蕉树就不用砍了，只是砍上面那一部分就行了。好了，不搞了，回家做饭了。今天呢，就与大家分享到这，拜拜。